亚琛轻松办理。如何申请居留许可证？如果您居住在亚琛，并且在阿维提哈读书，可以在外管局的分部及阿维提哈的 Super C 办理申请居留许可证的手续。分部主要面向外国学生、非欧盟的阿维提哈的访问学者以及他们的家属。F 哈阿肯以及其他学校的学生则必须前往外管局亚琛总部办理，即主火车站附近的 Hartländerstraße 1。办理的时间有很多选择，所以不需要提前和 Super C 的工作人员预约，您可以当场拿等候的号码牌。居留卡的第一次办理或者延长都需要申请。您必须首先在房屋管理处登记您的住址信息，并且在阿维提哈注册学籍。请别忘记在申请上签上姓名。其次需要提供以下材料：有效的护照、最新的个人证件照、从 Campus Office 上下载并打印的学生证明、医疗保险证明、资金证明。只有当所有材料都完整，您的申请才能办理。申请所用的费用，您可以选择使用现金或者用银行卡支付。居留延长最长为两年，延长的长度取决于您提供的资金证明。您的电子居留卡需要长达4到6周时间才能制作完成。如果您的居留卡已经可以领取，您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信件。所以在您的邮箱上贴上姓名是非常重要的。领取需要本人前往外管局总部 Hartländerstraße 1 3楼的信息台。如果您无法本人前往，可以全权委托别人代替您领取。在此情况下，除了一份全权委托书，还需要他的护照原件和您本人最后一次办理的居留卡和那张附加的纸。所有有关居留的事宜，我们都愿意为您提供帮助。您可以通过电话、邮件与我们取得联系。info.ausländische.studenten@stadtregion-aachen.de 最好是通过面对面的交谈。